好，各位啊，快要天黑了，所以这把新买的血肉兔的 Orange 来试试看性能吧。大概稍微做弹道调整一下，这个准心脏我还没调的哈。好，来大家看20发啊，试试看效果怎么样。那前面有一个靶，有一个靶在那边，5公尺。那个的座位包弹力比较没那么强，不要顶上去，看一下吧。好，把带过来好了。我看一下镜头哈，看一下 OK 不 OK。可能可以再近一点，换个角度好了，这样好，这是我们刚射击5公尺呢，然后射击20发啦，所以你大概看一下这个范围的话，我应该没有说技术很差射偏的吧？哈，外面都干净的，所以大概这范围都在黄圈跟红圈之间。好，那我们射20发，我们就算外面的，好的，外面把它扣掉哈。啊，这个红圈的最外围的话，6分的话扣一个，哦，1发，然后再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这个有可能会2发的，应该可能2发8，所以我们大概还有刚上射击12发都在这个地方。那这个大概多大？这每一格都1公分哦。我们用手指给各位比看看，哦，大概三个手指就是4公分哦，这样子，好吧？那性能上我觉得还可以。那我。哦，刚买到有换什么东西？只有换准心，那个光纤我把它换亮一点点，然后其他都没换，都原厂的。然后弹匣当然是旧的啦，然后新的弹匣它有那个 CNC 的铝合金的底板，很漂亮，舍不得用啊，所以用以前我在用了快1年的这个 Shadow 2的另外一把枪的弹匣。好，以上那跟各位看到这边哈，好，拜拜。